大家好，前面呢我们讲了一些创建表的语句，那这节课开始呢我们来学习一下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 也就是 SQL。 因为咱们前面咱们发现了，对于数据库这种 CS 结构的，我们要想利用数据库管理系统去管理数据库中的库以及表，都需要使用 SQL 语句来帮我们完成。所以呢 SQL 语句才是我们学习数据库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看有这么几部分 SQL 语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结构化查询语句 SQL 呢，主要的用途就是构造各种数据库的一些操作的指令，比如说用来创建、修改、删除各种数据库的对象和查询命令。那么SQL 语句呢，它的结构呢是比较简洁的，而且功能强大，并且呢非常的简单易学。这里边呢，我将 SQL 语句呢，不是我将它，是 SQL 语句就是将它分成了四种，这是 SQL 语句的种类，也有的分成三种，把 DML 和 DQL 是算成一种。那我们看一下这四种分别是 DDL、 DML、 DQL和 DCL， 那通常你可以把 DM 和 DQL 呢是放在一起作为增删改查来看。这个 DDL 是咱们前面课程中主要讲解的，是用来定义和管理数据对象的。那什么是数据对象呢？比如说库是对象，表是对象，索引是对象，视图是对象。所以用来管理那么库、表、索引、视图的，就这样的语句称为 DDL 语句，就是数据定义语言 DDL。 那比如说咱们管理库的时候，咱们有什么 CREAT 创建，对吧， DROP 删除，表的时候也有创建删除，索引也有，视图也有，然后呢咱们还有什么更改。所以呢对于创建，也就跟数据对象库、表、索引、视图有关的这些对象有关的，就称为 DDL， 也是咱们上一节课主要针对库和表还有索引进行讲解的时候咱们用的最多的一种语句。那 DML 和 DQL 这个语句是咱们用的几率比较多的，因为在所有的 SQL 命令中，我们最常使用的命令就是查询，这是使用几率最多的，大概 60% 的语句你在写程序的时候用的都是查询语句，然后其次是插入语句，然后更新语句、删除语句。这里边咱要把它分成 DML 和 DDL 呢，那么这个查询语句咱们就把它放在下边这块来看。看一下，这是叫做数据操作语言。什么叫数据操作语言？就是跟表中的数据有关的，和表中的数据记录有关的。那记录我们就可以插入记录、更新记录、删除记录以及查询记录。为什么要把这个查询单独出来呢？咱说 60% 在使用这种语句，而且这种语句呢，查语句是相当复杂的，包括呢有什么，像下边我列出来的是单表查询、连接查询、嵌套查询以及集合查询，还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程度不同的一些查询语句。前面咱们用的星那都是最简单的一种应用了。这是增删改查，这两个通常称为 DML， 你要单分的话还能把查询语句分出一个 DQL。 那数据控制语句，这个呢就是用来管理数据库语言的，包括权限和数据更新，比如说赋予哪个用户什么权限，比如说哪个用户可以连接，连接之后可以管理哪个库，对哪个库里边表有什么操作的权限，这都是用 DCL 来完成的一种控制的。还有比如说事务处理的回交、提交啊、回滚啊等等操作都属于 DCL。
所以呢 SQL 语句分这四类，如果你 SQL 语句使用熟练，那就能证明你数据库使用熟练。当然对于咱们写程序来说，对于程序员来说，前面咱说了创建表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要为你的项目设计出表，要为项目设计表，所以呢创建表是比较重要的，咱们用了三节课专门来学习创建表。那除了创建表，那其他对什么最重要啊？就是你不同的页面操作不同的数据，比如说用户注册，你得把数据拿到插入到数据库中，然后呢像商品更新下架的商品呢需要删除，所以呢最主要的 SQL 语句就是增删改查，增删改查这四个语句。所以呢咱们今天也会围绕这四种语句增删改查咱们进行详细的讲解。那我们先来看一下DDL 这个创建库创建删除这些，这个咱们前面已经做过了，这里边我只是给你稍稍演示一下创建库，咱们为了学这些语句咱们都创建一下。比如首先我们需要连接到本机的用户名是 root 的，让 P 密码12345 6，好 CREAT 创建一个，比如说咱们实验用的叫做 SQLDB 这个库，少写了一个关键字 create database， 这个就是创建库，就是属于创建一个对象，那这个就属于 DDL 语句，然后给个库名 SQLDB， 看，然后又选择 SQLDB， 我们进入这个库，看斜杠 S， 看一下这个库默认的字符集，这都是咱们上节课说过的，允许连接等等。好，固有了，那我们就需要比如说创建一个表，假如说我创建一个产品分类表和一个产品表，当然这些呢创建表的语句都是我们在设计项目的时候把它设计好的，一旦项目设计完之后这个表呢就很少有改动了，除非我们在升级的时候说表结构字段不够了，那我们后期更改表去添加，你很少有在程序里边动态去维护这种表结构的，所以表结构一般可以说是固定的语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SQL 文件，然后导入，比如说这里边，比如说比如说咱们 shop.sql， 你看一下 CREAT， 我可以使用比如说创建表什么，假如说我叫做产品表类别表吧 CTS 类别表，然后按照咱们前面讲的创建表语句 ID INT ID 整形的，然后非空自动增长加了两个属性，然后类别名称，当然类别如果做无限分类的话你还有个 PID 负 ID 也是整形的非空，它就不用自动增长了，DEFALT 给个缺省值，缺省值咱们要的是0就可以，然后类别有个名称，比如说用 VX 60个字段也是一样的非空，缺省值是空字符串，然后有个对于这个类别的描述，描述的文本有可能很多，用 text 大文本非空缺省值是空的，然后我们加上主键PRIMLI 主键，主键呢咱们把 ID 设上主键，然后呢我把名字呢设上索引，因为咱们经常用到像那个 PID 和那名字经常用到索引，所以我用 index 创建一个索引，比如说就叫名字 name，在名字字段和 PID 字段上建那个索引，然后名字字段呢，我行暂时就这样吧，看一下，这样的话写改起来比较容易，单独写，如果你在这写创建表语句呢不容易管理。好，创建成功了，那我再创建一个产品表，
创建一个表，比如说叫做 PRODUCTS 产品，也是有 ID、INT、NOT、非空，也让它自动增长的。然后呢，产品呢，肯定它有一个产品所在的分类，类别 ID， 非空，缺省值，也让它是零。然后产品有个产品名 name， 用 VX 吧，比如说60 not 非空，确认值是空。产品呢有名字，产品有数量，确认值是零。然后产品呢也有介绍，比如说我就叫做描述吧，文本的 not 非空的，确认值为空。有 ID， for 它所在的类别，然后名字、数量，名字、数量，当然产品还有一个还得有价钱，这最主要的。比如说用 double 型价钱，也就是最高不超过，就是七位的，小数点是后边是两位的，可以这样。然后非空，确认值是这个。然后数量描述，假如产品还有一个上传时间 p time， 咱说上传时间最好你用整形去存时间邮戳，我这就不用时间类型了，那得非空，确认值也那是零，因为整数嘛，确认值是零。然后产品数量介绍描述，你看这个描述这个我加一个字段不为非空的。然后主键是 ID， 经常呢咱们搜索产品呢有可能是按什么，或者用 index 和 key 是别名的关系，有可能按名字索引，比如说 pname， 那么按名字索引，按价钱去查找，通常呢需要按这两个查找，那我将这两个加上加上这个普通索引。好，再创建这个表，粘贴。这有一个错误，价钱 PRICEDOULE NOT 非空，确认值是 0.00，好，创建成了。现在我受查看一下表，现在有两个表，这两个表是有关系的，因为在产品表里边存了一个类别的 ID， 你看一下，存了一个类别 ID， 这两个表里边，然后看看这两个表的结构 CATS， 如果你觉得结构不好的话，你可以删了重建，因为现在没有数据呢，一旦数据有的话，咱们很少有删了重建，都需要去更改表，但是现在咱们已经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没有必要重新建了。这是两个表，那在这两个表插入数据，这就是添加数据了。所以咱先看前面呢，创建库、创建表，这是 DL 语句，咱们现在前面大部分已经讲过了，所以咱先看一下 DMR 语句，插入、更新、删除这三种语句。好，比如说先是插入表数据，我们使用的语句就是 insert 这个语句，它的语法格式是 insert into 然后表名，后边是可选的字段列表，然后后边是加个 values 关键字，然后这是值列表，值列表，这是可选的，这是必须的。那假如说我就插入一个完全的字段，比如说我插入上面这个类别字段，那我就可以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如果全部插入的话，所有都插入，你看 CATS values， 我这块没写字段列表，那我值必须跟它的索引对应，第一个是 ID， 咱说插入空插入0它都会自动增长，第二 f
full ID， 比如说是零，然后呢，再看这表结构，然后是名称和描述。名称，假如说我第一个分类叫做SOFT 软件分类，然后描述，这是我随便写的，你看一下，可以插入。所以呢，这个有一个特点，插入的时候，看我插入，就是第一个特点，如果不给字段列表，你必须按顺序，而且必须完全每一个值一个值不能少的。所以第一个特点，插入语句的时候，第一个特点就是这块，如果在表名后没有给出字段列表，则值列表必须列出所有字段的值。字段表有几个，你插入几个，这是必须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看一下，另外呢，还是在第一个特点中，必须按表中默认的字段列表顺序来，必须按表中，你看，默认的顺序来。顺序插入，这是这个特点。你看我插入的时候，必须按那个表原来默认的顺序。另外呢，第二特点，所有需要写字段名的地方都不要加单引号或双引号，但所有值都要使用双引号或者单引号，都要以所有遇到值的时候都要以字符串形式使用。当然这不是必须的，这是建议。所有值这会写上建议都要以字符串形式使用。为什么这样？因为 MySQL 这种呢可以自动类型转换，比如说 select 1 加 1， 那得的结果肯定是2，但是你看 select 1 加上字符串的1还是等于2，所以呢它会根据环境自动将类型转成整数。所以我们插入数值的时候，比如说刚才这个 insert into 插这个值，你看这个0空值你就不用了啊，我加上单引号，明明是字符串的，但是这个字段是整形的，它会自动转成整形。比如说软件分类这块就是比如说是软件中的 Java 分类，Java 分类， Java 属于刚才的 IDE 这里边，这是 Java， 你看一下，从这个 CATS 里边，你看 Java 的 full ID 是 1，full ID 1的对应的 ID 是软件，所以软件中有一个 Java， 看到这样。然后第三点，因为第一点这个单独插入值必须所有字段值也必须按默认顺序，所以呢建议在插入数据时最好给出字段列表，则值要和字段列表对应即可。你看我在这块，现在我再插入 insert into s， 我给出字段列表，第一个 ID 增增长我不用给了，我给个 PID， 然后给个名字，我就给这两个值，然后 value 插入值
比如说名字，我叫做 PRP， 它属于得对应这块也用字符串。你看，所有涉及到字段名的地方，我没加单引号或双引号。看好了，所有有涉及到值的地方，我都用了双引号。这是在程序里边，咱们就不容易出错了。不然的话，你经常会在类型这块，不知道怎么使用而出错。你都按字符串使用，咱们就统一了。比如说是一里边，你看一下，一样可以插入进去。你看没插入的这个自动增长，这个没插入的描述，默认它就为空，就是为空字符串，不是为空。然后我们还可以插入多个值，先看一下，还可以不按字段，可以按你如果有字段列表，另外一个好处可以按你指定的顺序，比如说先插入名字，再插入 PID， 比如说插入C 加加，你看名字后边的值和前面字段有一一对应 ，C 加加，然后 PID， 比如说还是一，还属于软件里的，你看一下就可以了，这三个都属于这个分类的，所以这块一一对应就可以，然后呢，可以不按什么表中字段的顺序。顺序是自己在字段列表里边指定的，所以呢最好给出字段列表。另外呢，插入语句还可以插入多个值，只要你这块加个逗号括号，加个比如说值列表二，再逗号，再这个值列表三，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插入多个值。比如说你看啊，insert into 插入到 CATS 里边，我插入 PID 和 name values， 插入值逗号，比如说我插入J2SE， 这套 SE 属于 Java 里边的，所以 ID 是2，回车 J2ME ID 也是2，也属于 Java 里的，逗号 J2EE 也属于2这里的，然后比如说 Smarty 属于 PRP 里的，那 PRP 的 ID 是3，再比如说 ThinkPRPThinkPRP 也属于 PRP 里的，它的 ID 也属于3，看一下，然后直接分号结束。你看连续插入了五条 from 从 CATS 里边，你看就插入进来了，但是不对，你看一下啊，这个副 ID 我插入错了，插入错了，因为这里边的你看一下，我刚才顺序弄错了，因为这是 PID 和 name， 我刚才写的是正好写反了，写 name 和 ID 了，所以这两个正好写反没对应，那正好你看到没对应的一个结果是这样的，这就是插入语句，可以插入连续插入多个值，当然还有很多种插入方法了，比如说将别的表的数据拷贝过来插入在这个表里等等。那既然将错咱们就错，这样错了，但是我们下边马上就要学什么，看一下修改语句和删除语句。那比如说这里边现在我们进行修改，看一下修改的语法 update， 看一下更新，然后表名，然后设置字段等于值，当时所有值都要加上这个字符串，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呢，像这个更新语句必须给条件，当然条件是个可选的，
条件。条件的目的干嘛？是指定要指定或者说确定要更新的或者叫更改的记录，可以通过条件指定一条，也可以指定多条，多条需要更改的记录。那这个条件不光是这个更新语句需要条件，还有这个删除语句，删除 from 然后表明这个语法，后边删除也需要有一个条件，可选的条件，它俩作用是一样的。删除指定的记录，如果不给条更新表，如果不给条件的话，那整个表都会被改变。删除如果不给条件的话，那想象一下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删除表，那么整个表的所有记录都会删除。如果整个表都会删除的话，这个效率还比较低，你不如用截断那个表了。所以都必须给条件。条件的写法呢都是一样的，通过什么 ？where 条件，用 where 后边使用条件，谁大于谁，谁小于谁，可以这样。另外呢，插入也好，更新也好，还有 where 条件都可以使用，还有查询，这四种语句都可以使用前面咱们程序中学过的各种运算符，可以使用各种运算符号，加减乘除都是可以的。那你可以把什么，可以把字段当做一个变量来使用。那一会儿咱们再详细的讲条件的时候再说这个，咱现在把这个先更新回来。你看更新的语法很简单，因为咱们最常用就是增删改查，这里边只有查询是最复杂的。其实插入和更新呢还有删除呢相对都是比较固定，只是后边条件你要确定。因为条件只要你想更新也好，删除也好，或者是查找也好，只要写对条件就能准确找到。找到要管理的一条或多条语句。看一下，只要你想更新，只要想写对条件就可以。想因为插入的时候一般都不用写条件了，主要是更新的时候，你想更新哪条，只要写对条件我们就能找到这条进行更新。那删除也是，插找也是，它的语法就 where 条件很简单。比如说按照这个最后两条肯定是8和9的 ID， 让8和9名称改成这个，然后呢值改成它的副 ID 改成3。你看一下 update 更新表 CATS 设置 ID 等于3，不是 ID 等于3， PID 等于3。如果我要直接回车的话，那么所有的 PID 都更新成3了，所以必须写个条件 where 条件 ID 等于8的 ID 等于9的。你看一下改成3了，那567我改成什么，改成2，但是我这只是等于一个的，你可以用并且方式去等于多个，或者用 IN 的方式等于多个。咱们后边呢会重点讲这个条件。所有在 select 里边就查询语句，咱们要使用这个讲的条件都会用在更新和删除上。你看一下，咱们我再更新一下，比如说更新 PID 等于2，咱说任何运算符，这等号运算符用
你比如说大于等于谁啊？大于等于五，并且 ID 小于等于六，你看这就用到了比较运算符。你看一下啊，小于等于六，那我再来一个小于等于七的，你看二 ID 丢了。然后还是同样的条件，我不光设置一个，你看我可以同时设置两个 ID 等于二加逗号，所以这块可以更新的时候可以有多个选项，综括号用逗号字段二等于值二，还可以加可选，就无限的加进去加下去都可以的。所以有多少个字段咱们可以更新几个字段，那在这里边假如说逗号 PI 的这个名字等于这就得一个一个写了，条件不能说按刚才那个写。那我这块假如说我都等于J2SE， 你看一下J2SE， 刚才那个条件又错了，你看都是 J2SE， 看一下，当然我需要一个一个更新了。 ID 等于五的我们让它是 J2SE， ID 等于六的我们让它是 J2EE， ID 等于七的我让它是 J2ME，这加我的三个产品，你看一下。那同样 ID 等于八的这是三，我让它是 PRP， 然后 ID 等于九的让它是 Sync PRP， 更新一句你看就可以了。另外呢，所有的加减乘除的运算符呢，我们在这些语句里边都可以使用。咱们到 select 语句的时候，咱们再详细的用一下这些语句，就是算术运算符啊、比较运算符啊、逻辑运算符，这里边咱先展示了解一下。所有在查询语句可以写的外置条件，那更新和删除语句里边都可以。那删除语句呢，语法呢也很简单，删除 from 从CATS 里边表明，如果我直接这么写，那就是把表清空了，没有意义。如果你要表清空的话，你并不一定说非得用这条语句，我们可以换一种另外一个，比如说截断表那种语句，那么你去删除表效果会更好。比如说这是删除所有记录，你可以用这样，比如说 TRUNCATE，直接加表明，这样表也会清空，它的效率会更高。所以咱们删除语句一定要给个条件，删除从删 delete from 从表明，然后加条件外条件，比如说 ID 大于八的我都给它删除，看一下 ID 大于八的，那当然就是一个九的，如果还有大于八的咱们也能把它删除。这就是咱们插入、更新、删除的语句，非常简单。基本上在写程序的时候呢，写法呢也比较固定，都需要给一些简单条件就行了。最复杂的就是这个查询语句。在做查询语句之前呢，我们得先有数据，所以呢，咱们在这个 SQL 语句里边，咱们先给这个产品表多加一些数据，比如说 insert into。插入到这个 PRODUCTS 这个表里边，插入什么字段呢？比如说插入怎么写啊，可以分开写嘛，插入 CID 字段、名字字段、价钱字段、数量字段、描述字段，还有上传时间字段，插这几个未留值，比如 CID， 看一下，一呢是软件类里边，所有在软件类里边的，咱们就在 Java 里边吧，
在一在 Java 里边存个名，比如说 Java 里边咱们存一个，Java 的字段，然后，假如说名字，这是第二对名字，然后价钱呢，比如说34.5，然后数量10个，然后描述 good。上存时间会是一个整数，就是从1970年到现在的秒数，这个咱们用程序可以自动获取。逗号，再在 Java 里边填几个产品，比如说 Java 2 44.56，然后数量有30个，然后very good。然后上传时间，当然都是用自动的那种传进去，这是连续插入多个值。咱们得有数据，所以呢我就复制了一些，你看一下啊。比如说这里边我将每个分类里边一共有8个分类吧，每个分类里边我们都加一些。一 ID 是一是软件里的，我们自己加错了。然后比如说2里边我们这俩加 Java， 然后呢3里边这两个是3里边的，三个吧，3里边的，4里边的，4，这是5里边的，然后这是6里边的，这是7里边的，这是8里边的。好，先选好 ID。 那名称呢，咱们最好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是 one， 这是就是叫做 Java one， 这个呢二是 J2SE J2SE AAA， 这是 J2ME J2MEASS， 这就我就随便写字符串了，只要让它值不同的就可以。也可以有相同的，也可以有不同的，但是这名称咱们没做成唯一索引，其他的我就随便加了，里边加几个字符串，因为它长度够，就不用删了，就随便加几个就行了，只要让它有所不同就行。当然这些数据咱们都可以用程序里边直接传进来，比如价钱，这是100、400的、800的、800的，这是200的，到时候咱有一个范围，比如说900的，这是1000多、1000以上的，这就是随便加几个数字的，10块以下的，因为都是咱们需要实验用到的一些值。你可以把现有的表先做好，然后去插入进去就更容易一些。然后数量呢，比如说50的、8个的，就随便改几个就行，9个的。然后描述呢，随便一些就可以了。你看，我现在把这些值，插入到这个表中。27行，你看，选择星 from， 从这个 product表里边 ，product 表里边，你看一下，就能看到这么多数据。一共是前面自动增长的，这是咱们插入的。当然，这个你可以通过表单注册的时候，咱用 PHP 接收到往里插入就更好了，不需要咱们自己这么一条条语句的写。但咱既然还没有用程序表单来写呢，那咱们先用手工的把它加进去。所以现在有两个表的记录，你看，星 from CATS 这个表里边数据，还有 from 从 PRODUCTS 这两个表里的数据，你可以看一下。咱们针对这两个表数据，咱们就可以做查询语句了，因为查询语句呢是比较复杂的。
那咱先看一下查询语句的语法，还记着咱问号的帮助吧 ？Select， 你看这是查询语句的语法，我们把它提炼出来，你看上去感觉比较复杂，但是咱把它提炼出来，比如说 ，select 查询，我所有中括号地方表示可选的意思，我先不写可选，我先写必须的，先是查询，然后 from 从什么表里边，然后它可以有where 条件，也可以有 GROUP 分组条件，也可以有 having， 也可以有 ORDR order by 排序的条件，也可以有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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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有个数量，你看一下 select， 我可以查询有两个可选的，所有的或者是 DISTINCT 查询不重复的，然后在 select 和 from 中间，这儿我用一个大括号，你看啊，中括号的部分咱们括起来意思表示可选的，用大号括起来部分呢，我表示必须从中选择其中一个，所以 select 中间必须有值和 from 之间是必须有值的，比如说可以是星或者是什么表，什么表点星，其他的表里的什么字段，其他表里边所有字段，或者是直接什么表是可选的，这里边表点是可选的，如果是本表的话，然后字段一，也可以起一个别名一，然后也可以有其他的，比如说表点字段二 ,RI2, 也可以起成别名等等吧，是这样的，中间必须选一个，要么星，要么什么表点星，要么表点字段，要么直接写字段，字段也可以写别名，就这意思，其实都是可选的，从中必须选一种。然后 from 呢，后边就很简单了， from 后边其实就是什么表的表达式，说白了就是表名，为什么叫表的表达式呢，有可以有，有可能有多个表。然后 where 呢，后边就是写条件了，你不加 where 是所有的都查出来，不加 where 条件是所有都能查出来，所以呢需要加一个 where 条件，还需要加 grow by 条件，就是分组，按什么去分组去查询，还需要呢 having 分组给条件，咱们都会详细的讲，先看一下语法，这些都是可选的， order by 按什么排序，还有 count 给个数量，比如说取多少个，那这些语法的目的就是干嘛，使用查询语句，应该说使用 SELECT select 查询语句，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可以按你的想法将数据查出来，返回查出来，将结果返回给你，只要你想要的数据就能拿过来，不要的数据就不往过拿就可以了，而且拿过来的数据你想要是什么形式的就可以是什么形式的，这都是可以的。所以呢，有的程序员呢他对查询语句不熟，他就把所有数据都拿过来了，假如说在 PHP 程序里边在写的时候就把所有数据都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一看，我就要里边，假如说拿过来一万条数据里边有十几列，但是他就要里边的千分之一的数据，他再从这个结果集里边挑，那多麻烦呢，
你何不就在查数据的时候就想把你想要的数据直接找好，然后拿过来呢，不就可以了吗？所以这就是查询语句，它是最复杂的，也是咱们学习的重点。因为60%咱们在写程序的时候，代码都是查询，到处增删改查中查是最多的。因为添加是固定的，添加除了要用各种形式查，比如说添加一个文章，我得查出来，就比如这个，比如说。Cost，你看一下，比如说这里边数据都在它数据库里存着，我想把菜单取出来，这是查；我想把强烈推荐取出来，把最新更新取出来，把本月热点取出来，都是按不同条件从数据库找出来往这放的。把这个栏目的数据取出来，那某个栏目下如果还有子栏目，把子栏目也取出来。所以呢，这个首页如果要是就用 SQL 语句的话，它有可能用到了接近10种 SQL 语句一起去查询。那不同的语句找不同的数据，放在我们页面的不同的位置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这个 SQL 语句你全拿出来用程序去找是很麻烦的。所以呢，比如说强烈推荐，我就可以到数据库查看哪些文章里边哪几个被需要是强制推荐的，我就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像首页上里边，我们用到任何更新插入的语句，那大概有10个语句。那这里需要插入语句有什么呢？你看注册页面，我输入的信息需要添加到数据库里边，这就需要插入。那这是插入，这里边用到的是这个。像上面搜索，这都是什么？像这搜索语句都是安装优化，你看啊，都是查询语句，这边也是查询语句，只有什么？还有是插入语句，你看评论，假如登录之后评论也是需要插入到数据库里的。那我修改评论呢，或者删除评论呢？你看啊，admin，我的密码也是 admin。登录之后，你看我登录之后，我就可以怎么的？我就可以评论了。你看一下，这就是相当于插入到数据库了，用程序把它插入到数据库里管理。然后我觉得这个不好的话，那我这里边可以编辑哦。这个里边现在暂时还不能编辑这个用户，加一个这个用户可以编辑的就好了。然后你看，但是我们管理员我可以删除，你看就没有对他的评论了，增删改查。所以呢，做网站到处都是用到了增删改查，就是这么多语句。只不过咱现在是在写底层的语句，将来咱把底层的语句封装到框架里边，咱们就会方便得多。但是一定要对这个增删改查这些语句要方便。好，这节课呢，咱们SQL 语句呢，咱们就暂时介绍到这儿。因为有4种语句：DDL、DML、DQL、DCL。咱们现在只介绍了 DDL 和 DML，那下节课咱们重点介绍 DQL 和 DCL 这2种语句。好，这节课到这里，下节课咱们继续讲 SQL 语句。